听群里讲点啥么子呢？我上海滩来问下好，我想问一下，阿拉屋里隔壁头开了一爿新的茶馆店，搿一爿茶馆店的饭，普通的屋里向有伐？讲到迭个一爿茶馆店啊，我想到了交关个饭，比方讲，阿拉爷撑起了半饭天，还有得撇下来的一块块茶饭，又比方讲，还有一句老派的上海话叫叠饭饭、一饭饭，迭眼饭发音好像侪差不多。那么是不是同一个字呢？阿拉问了个专家啊，发觉的确是有迭个字的，而且迭眼板呢侪是同一个字，迭个是蛮有劲的。迭个板啊，它是一撇两撇一撇蛮像的，只不过左右翻一翻。迭个字呢，等了普通闲话里读盘。阿拉专家帮阿拉举了一个例子，叫“国人头浪一半天”，意思就是讲每个人侪有自家做事体的余地。还有，弄一块沙板撇成两半。迭个沙盘做盘个盘呢，意思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就像阿拉爷撑起了半盘天，迭个盘啊，意思就是指天空的一部分啊，总不记得阿拉爷撑起了整个天了，对吧？搿阿拉太大了。阿下来撇成两盘个盘，意思是一盖一块是两字。比方讲，迭盘剃头店是我的，迭盘茶馆店也是我的，哟，还会得不得了。老早的茶馆店老板啊，真的是蛮海味的，四面八方侪吃得蛮开的。帮茶馆店老板搭档的，就是老虎灶。虽然讲呢，档次稍微低一眼，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阿拉老多八零后，可能侪没看到过迭个烧水的老虎灶啊。现在让阿拉通过镜头来看看老虎灶到底是哪能样子。曾经啊，在迭能一家小小的街道里向，隔了近上百家店铺。伊拉开门比早饭摊头还要早，关门比椅子店还要晚。但是，凡是伊开了海个辰光，总归人拍拍满。有辰光困过头了，早浪五点钟再去，就已经没位置了。迭个地方可能阿拉老多八零后侪没看到过，就是老虎灶。老虎灶也叫熟食店，向附近的居民卖开水。因为灶台体积大，就像一只老虎趴辣地浪向。灶台后头竖起来个烟囱，就像老虎尾巴，所以上海人才喊伊老虎灶。每天凌晨四点钟，老板就要开门上炉子，四点半第一铺水烧开，赶早市的人就要来泡开水，一直到夜到九点钟才关门。迭个梅溪路里的老虎灶建造到现在已经有一个世纪了，是上海仅有的一爿有茶馆的老虎灶。早上七点钟，大部分人还在困觉的辰光，梅溪路老虎灶就迎来一天当中最闹忙的辰光。十几个遛鸟的男人，人手一壶茶，就拿着吊笼来了头高头叽叽喳喳，闹忙的叫。茶客们高声谈笑，讲了只有圈内人才听得懂的鸟语。一转眼，这个老虎灶平台了像开始一样，又过了一百多个年头。但是在2013年年末，上海市区最后一只老虎灶拆迁，阿拉特迭个具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地方也彻底讲再会了。欢迎大家回到闲话上海滩，大家好，我是丁丁。今朝阿拉看到视频了，讲老虎灶。我呢，我是八零后，确实就像前头讲，我没哪能看到过。但是我晓得伊是派啥用场的，我就觉得老奇怪哦，为啥一只？其实卖开水的小店哪能生意会得噶好？两位好告诉我吧。主要是这个上海开埠以后啊，上海人口大量的集聚了一道，有辰光自家烧水咯啥呢，觉得不方便。搿是上煤球路。还要补充一点了，因为当时辰光勿像现在，家家人家屋里侪有自来水龙头的。对。搿辰光没自来水龙头，勿要讲热水了，就是冷水，侪要到这个集水站。有集水站。也就是专门去。拿冷水挑回来，把了屋里向弄只水缸，烧热水的。咁么老虎灶呢？这个地方又有水，又是热水，对大家讲是极其方便的。伊带来交关方便。两位老师小辰光有啥关于老虎灶搿种故事伐？自家打开水的故事啊，或者调皮捣蛋，搿种事体有伐？泡水呢，阿拉两家头侪泡过的，对伐？这个泡开水呢，一定要讲泡开水，勿好讲打开水。勿好讲打开水。打开水，侬假使跟老板娘辣海，老板娘我要跟打开水，哦哟，老板娘请侬吃年糕了，对勿是？对伐？一定是上海人一定讲泡开水。为啥呢？迭个英文还没普及，人家勿理解啥叫打开水。讲笑话了。迭个是出去了。就是讲。
上海人侪讲跑开水，跑开水，侪讲跑开水。那么这个阿拉小辰光嘛，皮呀，捣蛋呀，就像侬刚刚讲的，把拎着两只热水瓶去，正巧要等的。根本哪能呢？别相信失宠呀。等了面辰光要等个十分钟啊，一刻钟啊，等了小囡们不耐烦的呀。对。根本不要紧的，两只热水瓶朝老板的这个抵挡杆里一摆。跟老板讲，等歇水开了，跑步。跑崩我啊！那么自家出去白相了，那么一出小人白相怂了呀，白相心怂了，一出去白相忘记他了，怎么忘记了？几个钟头会得个这样白相？把而且呢，根本那个桩事体忘记他了。啪啪啪啪，奔到屋里向。你水也没来，你水也没来。妈把那泡开水啊，泡开水，哎呦忘记他了。哦哟，这个一顿三碗。对了，我估计明明晓得不吃三碗，为这个。哎，一顿三碗，哎，一顿三碗。张老师呢？张老师有啥个印象深刻的事体吗？不瞒侬讲，我都到老夫去泡过水哦，是啊，因为我原来是在老城乡的，搿个辰光屋里老小的，这个阿拉阿爸阿妈经常讲，哎，侬去泡眼水啊，屋里开水没了，拎着两只热水瓶，阿拉娘专门关照，哎，不要拿热水瓶去啊，拎只吊子啊，为啥？因为拎吊子比较合算，这个辰光有个规定的，这个门槛紧啊，门槛紧，门槛紧，泡水呢，拿热水瓶去泡呢，一方里一瓶，啊，一瓶水，桶吊呢，侬再大再小，伊总共。两方里一吊，侬不晓得明明啊？这个一吊水啦，好冲两日水瓶，还好半瓶。哦，搿趟是侬也合算了。实际上要两道沟通的了。哎，当然侬要一般小囡嘛，平常心讲，阿拉辰光七八岁的辰光，侬喊我拎重来洗也拎不动的。嗯，外加呢，凭良心讲，小囡当去泡开水啦，还是应该危险的。对对。哦，老烫啊！空气达到过热水啊！那么我小学里的同学，一个班级里向，至今打这个。衣裳下体间脱开来，这个前部是布，因为烫伤布，这个布就是烫伤脱的，就是小囡皮踢足球蹦啊，弄堂里向蹦来蹦去，把人家拎着两只热水瓶过来了，一上咣啷当一塌糊涂，啊啦，所以种情况蛮多。对对对，所以来老人参与句话，有辰光了，侬看见人多，还有人让开，哎，让开让开，没人睬侬，侬就哎开始来了，开始来了，人家快点倒他，八滴血的，八滴血的，明明没开始讲，开始来了，人家让开来了，现在才想没人睬侬，一定要开始来了，大家在看。哦，有的在看，不是没烫着过嘛，看见过，所以看见又开始来了，总要让一让，让一让，蛮多的，烫伤他蛮多的。哎，搿让我想到就讲，现在啊，就网络高头讲小人大了，侪讲小人侪会当酱油了。实际上老早子些小人侪会泡开水，泡开水，啊就代表搿小人就会得做事体了，叫活络。搿辰光侬想热水是实际上是蛮精巧的啦，所以做热水生意老枯燥。我听说还有老多衍生出来的副业。嗯，阿拉一道来看段视频，好吧？好，一道来看。来了老虎灶生意鼎鼎闹忙的辰光，一个小小的南市区可能就要上百只老虎灶。有趣的是，迭眼老虎灶的风格是特指老板的个性或者兴趣爱好一样的。欢喜听书的开启了书院，欢喜尬三胡的开启了茶馆店。但是兴趣归兴趣，迭眼老虎灶基本上还是赚不了多少钞票。我家是拿两方房，租金嘛两方一间，租金嘛三块钱一间，就基本上有两间房。哎，看样子个生意再小，还是有老多个花头精来了里头啊。两位老师印象当中有比较深刻的啥个老板做的啥个奇怪的生意吧？围绕个老虎灶，本汤。青丝本大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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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浴，稍微地方大一眼呢，伊就拿房子一拉梁，拉只角出来，拉只角出来以后呢，用块布头啊，烫一烫，烫烫里向呢，就摆点这个脚盆，十八只，脚盆，脚盆大浴啊，脚盆大浴，侬到底是个，是帮日本人搿能个一样就，不是，这个脚盆是老，这个是日本人大浴，这个人好泡了这个水里向高个，对吧？伊是起来洗，大概总三十公分吧，你是平躺了里头了，三十公分，基本上也平躺做过来，就两只脚搁落里向了，伊是三十公分左右，上面大概一米几长，搿两张像只小船一样的，啊。那么人就坐了个里向，对吧？那么大清桑以后呢，用一盆米盆水呢冲一冲一盆，可以了。这不是老容易走光的嘛？侬想是要走光，就是要不是要走光？侬想想，你走光呀？哎呦，那你比较简陋，就是靠一块布啊，要刮风的呀，风来不得来卷起来了。比较简陋啊，就一块布啊，就一块。轻飘来些布头，咁么风一吹呢，是要走光了。确实是发生过搿两情况。哦，侬
阿拉弄堂里向一个辰光，当初有一个农村逃荒来的一个农村姑娘，把逃荒到处里说上就讨饭了，啊，葛末人家一看有个小姑娘倒蛮好，结果呢，有一家人家呢，屋里经济条件蛮好，就拿伊留下来做保姆了，做保姆了。做保姆嘛，小保姆做了两日天嘛，人家东家就叫伊到单过，马路单过去，来老虎灶去跑开水，叫伊去跑开水。这个地方只有男同志啊，只有男同志跑去，像侬一样啊，立志东家去跑开水了。跑开水去呢，哎，正好老板也不来了，老板娘也不来了。嗯。葛末像阿拉去呢，一般手指一剁，自家龙头开，跑了满了嘛，拎了跑了。葛末伊小姑娘啦，伊不管第一趟。这个龙头也不晓得哪能开，这个手指不晓得哪能剁法，要寻老板，寻老板寻不着，寻不着嘛，只听到这个玻璃纸里向了有男人的声音，啊，我的老板了，搿里向，哎呦，把拎子一只这个洞掉嘛进去，门里把拉开来一看嘛，哎呦，侪是把花花擦掉掉啊，就吓得嘞。搿只洞掉，咣一滚啊，人倒一直倒到。到到东家屋里，嘘嘘嘘嘘，东家上啥地？这个里向侪是人啊，侪插播啊，不得了啊，吓死了，这是，这洞天都挖得了。而且里头大又不像大，要水一直有一半的。哎，那真的有种蜻蜓在滴水一样，因为水一样，侬觉得像搿个啊，就吃三黄鸡摘一个酱，是吧？侬这个比喻恰恰。哎，外加这个酱又不是浸了点，是我摘一摘。摘打一打。那么稀得了。就是一般走光呢，问题不大啊。为啥呢？到这个地方去，这个清水本汤大浴呢，大多中老年比较多。嗯，那么阿拉回头来看看搿老夫子本身的泡开水搿只服务啊，水头大伐？应该搿是比较薄，搿是薄哩，薄哩。侬想一方行李一瓶，阿拉算算看，一方行李一瓶，伊大概一天。一只老虎灶好，一般来讲，一只老虎灶在生意还可以的。一般来讲呢是四五百瓶，五六百瓶。等下量要有的，等下要有，否则伊没办法。老板因为生活多呀，生活多呀，要烧炉子，要挑水，有辰光伊还有团购了，哪能团购呢？就是有种人家不是小作坊或者这种小的单位，要还送热水上门。嗯，那么伊不是热水瓶了，烧的挑一袋过去，大个黄车。对，挑弄个六栋啊、八栋啊，送过来。从商业头脑，实际上我觉着伊还有的，其实伊不是拿搿个手指的嘛。老早嘛，侪是买手指多，因为为啥呢？因为侬自家屋里向也不是讲我身浪侪是封闭的，平常是到封闭拿不出。身浪向一块头、两块头呢，伊也早起来不便当。所以呢，侬到这个一般大人啦，侪是先到这个熟食店，到是老虎灶，到手指买好。那么侬去买呢？譬如讲，我买个就是讲一块行钿，一块行钿不是有一百根了吗？一百根呢，伊会得拨侬一百廿根，对，一百十根，哎，都拨侬眼。搿只五少就像现在办会员卡一样嘞，对伐？这个，现在就比较勤劳。拿八字高头，老板名字写好，靠只动作，靠只动作，靠只动作。哦，是搿能介嘞。现在会员卡好安全，就是讲会员卡侬拿辣盖了，老板要逃脱个。哎，现在要跑路啊！就来一只小区里，你都跑不脱个啦。抬头勿去，低头去，天天看见。对，一个老服装，人家一开就十几年、几十年开了，还个，对勿啦？对对对。我小辰光还听到人家就是讲拎只鸡过去杀鸡。有，不是拎只鸡过去。搿老多啊！大部分人因为伊那个水是打打滚个，到里面搭脱毛呀。啊，脱毛。哎，杀好几只鸡脱毛要水要开呀。啊。侬等到自家。冻掉拎回去水不大开了，这个鸡毛不大容易脱水，毛脱不拔起来不便当嘞。所以呢，拎只一只脚盆，里向把比如要杀两只鸡、三只鸡，把剁了剁了里向，或者拎只开洞，剁了里向，哎，剁了里向以后到一面，当场放出来就是就好拔毛了。对，阿姨讲了，前头肯定侪不收钞票，根本侬张老师前头讲的就自家打茶叶。也是不收钞，伊只收侬水的钞票啊，没啥开瓶费，搿种不是搿种。像现在吃饭上，我这边带瓶酒去要开瓶费，这个搿种服务，这个店早点一定要关掉。搿是。但是讲呢，作为店家老迁就顾客，真正做到了，搿顾客是上帝了。对。哎，侬搞了多年，人家服务对侬是下级走道。但是人情生意是，就是搿种店。搿能介看起来，实际上老夫灶搿辰光，老多年有得老夫灶情节的。现在搿日节，大家生活条件上去了啊，照道理老夫灶搿物事，老里不照，因为通煤气、通热、通自来水就应该没老夫灶搿个生意了。但是阿拉前头看片子也看到，2013年最后一只老夫灶再不拆脱，搿是为啥道理呢？阿拉一道来看段短片，好吧？好。只要老夫灶开了海，每天几百斤的上台总归少不脱。老板娘来上海十几年，
没花过一天的辰光到市区的景点兜兜，因为伊每天侪要守辣迭个老虎灶，寸步不能离开。但就是老板搿能介的起早摸黑卖力，甚至几度赔本经营下去，迭个老虎灶最终也没撑过2013年寒冬。肯定有点舍不得的感觉啊，这肯定有点，人时间长了嘛，肯定有感情的呀，感情肯定。布了梅西龙里将近一个世纪的老虎灶永远消失了，高楼林立的上海彻底特指阿拉讲再会了。但是啊，当阿拉2014年再过去的辰光，老余就惊讶的听到了熟悉的鸟叫声。爷叔们还是像老早一样并排坐，带了各自的鸟，拍拍茶，尬尬三胡。你啥个时间了？不以烧火烧了，只用电磁炉了。再下去用太阳能烧了。我们这进不来，老早么是老虎灶。侬好像怎么跑了就是？老虎灶的时代没过脱嘞。哎，也跑了时代的前面。现在电动机。人家用太阳能烧了。巧个是啊，阿拉还碰着了几年前头采访过的一位爷叔，也是蛮怀旧的。他阿拉讲起老早老虎灶的日节，老虎灶么的确现在侪没了，不可能再像一样了。来只热水瓶啊，来只汤姆子啊，摇啊弄，不可能了。方便得多了，夜头回来不开始一泡么就好回去，卡卡米啊，打打脚了，侬讲是吧？嗯，哪能不方便？搿下趟出脱的话。拆他们就算了，过去了，你买好了，就再也没了，老舅。啊，那再也没了，不可能再有了。呵呵，我最后弄好。到了这过头，你这搿个是正宗啊，其他侪没了，一百样没了。老早一搭侪灶头哎，汤锅窑哎，勿啦，也没了。里头还有正宗啊，门口头高头有根烟囱哎，看上去是蛮强，有腔调。这个衣橱才修过了，真正不修是老早衣橱已经拖了一天时间了，要拆掉了。殷老板那年不缺席，可谓是三朝元老。伊总归老早就来泡一壶自家打个毛峰，再帮自家一眼宝贝的五梅玉宝吃好。这个大家侪是这个养鸟的爱好，葛末大家都搿头来。体育天天早上头，既锻炼身体，又吃吃茶，搿不是蛮好。老虎灶的闹忙一去不复返，搿眼场景以后可能只有通过影像才好看到了。阿拉前头短片里头看到啊，实际上现在就算2013年拆脱一只，实际上已经不烧开始了啊。对对对，实际上这个已经没这个抛开。老虎灶功能没了，老虎灶功能没了，因为老虎灶只是一个大家聚集了一道谈谈聊聊的一个场所。对，还是老闹忙啊。两个觉得，伊之所以闹忙的原因是了海，因为养成习惯了，每天早上头，特别老年人啊，早上头起来总归老虎灶去，对吧？我看有两个老人到后头不是。去泡水了，自家拎支热水，带支茶壶，带支茶叶，就到面去坐一坐了。哎，自家打热水到老虎灶，带了个吊笼到面去，这个逗逗鸟啊，溜溜鸟啊，实际上还是一种大家社区里向居民互相之间有一个沟通跟交往的那样一种需要，社区活动，内心的需要。哎，因为是靠现在的时髦，哎，或者一种情节了。哎，侬想。在这个么子了，感情浓嘛，对对对，你在这个地方有感情了，哎，哪怕不来泡开水，也是要来吃吃茶啊，谈谈心啊，大家沟通沟通。哎，看样子老多人还是对老虎灶老有感情的啊，我觉着个老虎灶的老板实际上不好当的，不光要肯吃苦，而且有个还要够聪明，眼头活络，要灵活，哦，要会看山水。这个老板呢，老板娘呢，了这个一方土地浪向了。伊是属于就是讲这个地方，就大家侪老熟悉伊的。就搿只小区最熟悉的人，大家侪要跟伊打交道的嘛，对吧？那么而且往往有搿种现象啊，这个
一般老板呢，侪比较憨厚，老实，比较老实啊，做生活啊，勤勤恳恳。有啊，装出来的。哎，那个老板娘呢，一般呢，眼头挖了眼，能识味道啊。来个都是客，生意小还是思路在了，对，要回馈三思啊。搿能介看起来，老夫子实际上是社交场啊。所以讲，这个茶馆啊，伊还兼带了其他各种各样服务功能。譬如讲，有一个服务功能，就讲哪能调解。调解。因为这个一个社区，这个条马路上头居民啊，难免会得互相之间有点吵相骂啊，小矛盾啊。那么来泡水辰光呢，会得要发泄的，是吧？开心，我讲满意满意，不开心。啊，丁家这个人太白啊，哪能？啊，对吧？哎，我这个走道里向袋子交交关关么子，哪能？嘴巴里要啰嗦的，对吧？老板娘听进去了，等过他明早后天，丁家要来泡水不啦？丁家来泡水了，哎呦，这个还有这个王家太白，我把这马路硬劲要拿我这马路推过来，哪能要讲不啦？老板娘这个辰光就会得做点这个劝的，这个调解的，做思想工作，现在讲起来做思想工作，好嘞，大家在让步，是吧？哪能蛮好的，人家哪能，那么大家一讲不一讲呢，起早消腾，甚至老小的事体，老姑娘起到这个作用，对，起到个调解作用，比人情生意了，对，那个也，侬讲伊啊做思想政治思想工作吧，对，作为物业也起到这个作用，哎，起到这个作用，还有起薪的老板娘做好事，哎，做红娘。做红娘，哎，婚嫁，哎，婚嫁做了，对个，老堂里啊，啥人家个小姑娘没嫁出去了？哎，侬个娘地下室去泡开水，不要问侬啊，侬啊，电源有啊？小阿弟啊，电源有了吧？我刚没就没，我你脑子里记下来了，脑子里记下来了，那么再跑过来一个小姑娘。长得也好看啊！哎呦，侬哪对象有啊？没好，那么跟那两家头吵了。哎，你倒不大有个了。是，比现在个主人公阿拉一面个老板娘主人公好几代了。那我觉着这个是。但是呢，总的来讲呢，随着时代发展呢，像老夫照搿能样呢，伊势必是要消亡脱的。对。所以讲呢，这个阿拉讲有句话叫开门大吉，有辰光关门啊。也是大吉，对。今朝阿拉讲了非常多个关于老夫灶的话题啊，讲出来实际阿拉欢喜老夫灶是一种情结，一种纪念来了里头。感谢大家收看阿拉今朝闲话上海滩，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这位，这位。每年春游哦，阿拉班级里向侪有搿种介逃脱的男同学。我有交关事体，只有逃脱以后才好去做呀。有个小朋友讲，我认得。勇敢在道路哪里？我现在看到真实的了，原来就是侬搿种人。